量啊，支持做多。但是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整个石窟是在悬崖峭壁之上人工开凿的一个石隧道。那么这个龙门石窟呢，它从公元1781年到达公元1853年，历时72个。小姐，这边不是有小火车吗？哦，在底下。对，志满跟后面的洞嘛。不好意思，麻烦一下，谢谢。内陆水域，大家有没有发现它这个水质特别差？对，它那个污染特别严重。对对对，那么特别我讲过，这个滇池它是内陆湖，可以说是死水了，它就不像那个海的水的流动性非常精美的。好，来，那么这个石道呢，很黑的，请大家注意哈，而且它的坡度很陡。对吗？好，来，来，好。
这个达定格设计是围绕着魁星点斗、独上鳌头这个中心来设计的，剃了一个斗，有没有看到？这就是中国古代典型的象形文字的造字艺术。可是大家看一下魁星后面雕刻的是什么？道教当中的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图。所以这个达定格主要体现的是道教和儒教相互渗透、相互融合。那么这个达定格石屋子里面的人物，包括上方的这个雕刻，大家看一下这个门帘和这个石像图，包括前面的。要注意，它这个周围的墙壁全部表现都是凹凸不平，这就是说明它全部是人工一刀一刀打造的。不好笑，这个。真早你看你这个怎么办就水的左边嘛，那个白塔的傣族生态的白塔有没有看得到？有。哎，我们上午才游览过的云南民族村的所在地哈，杨宗海啊，啊有看到，哇、哦、那没有那么近的。那就在这个泉门口呢，趴卧着一头母牛。但仔细看一下，清泉里面还有一头小牛犊哈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叫做孝牛泉。这个孝牛泉呢，它有一个故事传说在里面的。那么以前西山脚底下有一个屠夫叫做赵武的，他是以专门屠杀牲口为业。一天呢，这个赵武呢买了一头母牛和一头小牛，他准备把这个母牛杀了卖钱，把小牛养起来。当这个赵武拿起屠刀准备杀牛的时候，突然听到门外有人敲门。那这个赵武呢就放下屠刀，但是当他打开门的时候却没有发现任何人。当赵武再追回来的时候，却发现屠刀不见了。这个时候啊，赵武看到这个小牛犊趴卧在地上，他就会想，这个屠刀会不会藏在小牛肚下？这个赵武打起小牛，果然这个屠刀就藏在小牛肚下。从上面看，从叫做真武殿，大家看到当中供奉的是道教北方之神北极玄天真武大帝，我们也把它叫做紫薇大帝。这个税官就说，没有带礼物者不得入内。这个时候呢，龟和蛇急中生智，蛇就缠到了龟的背上，他就说五只礼物为龟，龟说五只礼物为蛇。这个税官一看到他们两个是有礼物了，就放他们进去了。那么这个玉皇大帝呢，一看他们这个滑稽的样子，就哈哈大笑，就说蛇长龟寿，青蛇长龟长寿也。那么大家也知道，在中国大陆哈、啊，这个蛇和龟呢，也是代表着吉祥长寿。大孔雀，来来。请勿起手啊！一眼就批回来。这个是真的第一个景点。这个灵官殿当中供奉的这个人物呢，是道教的护法神玩灵官。那么这个灵官殿它有着镇守山门的含义在里面。大家看这个玩灵官。他是宋朝人，姓完名善哈，完善。因为办事公道呢，死后就被玉皇大帝奉为先天主将，他是专管人间纠察的。那么这个玩灵官，大家注意看，他两眉之间还有一只眼睛，就跟那个的，哎，弓箭呐，开了。对，那么其实善是恶，他一眼就能看出来了。